十二夜之王屏东杀五千只狗。我们来恭喜呢，由屏东县长曹启宏先生得主。屏东县长得到什么奖呢？原来他是土狗王。动保团体昨天公布，去年各地收容所一共把45000多只狗安乐死，其中屏东县居各县市之冠，其次是台中市。我很荣幸可以得到土狗之王这个荣誉，谢谢大家。第三名则是台南市。十二夜呢，唤起了台湾的公众啊，发现到呢，原来我们的收容所啊，是动物的炼狱，是动物的死亡所。曹启宏昨天回应，土狗王的说法实在太沉重。弟弟总是太颠倒，一切是依法办理，不过他也说未来会提高认养量。吴志强则要这些批评者到台中看看他们对狗有多好。台南市则表示，该市的收容量是全台第二高，认养量比安乐死还多，也编列经费做捕捉、结扎、放养，不是大量杀狗，进了收容所的动物大多都逃不出被安乐死的命运。但这几只正在洗澡梳毛的狗狗真舒服，它们是东专续保科从台东流浪犬收容中心抢救回来的流浪狗，不仅重获新生，也变成学生们上宠物美容课的活教材。整理这样的狗好玩吗？还不错。你家里面有养狗吗？有啊。在家里会帮狗狗洗澡吗？会啊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